现在是早晨3点多钟吧，不到4点钟。圣诞节的早晨，圣人诞生的这个节日啊，老外的这个春节了。旧金山这边街道比较狭窄啊，然后也比较有点脏啊，好多垃圾。上面是立交桥，上面。Turn right onto Harrison Street。前面是哈里森节，这个时候锻炼身体是非常不错的。早晨嘛，没什么人啊，没有什么尾气啊。Auto repair，汽车修理，汽车维修。刚才听国内一位朋友说，他认识的一个女士啊，这位女士10年前来的美国，婚姻绿卡，跟一个老头结婚，那老头比她大20多岁。然后，经过3、4年的等待，拿到绿卡了之后就离婚，又找了一个老头，又找个老头，后来，所以不太理解啊。然后这位女士还想生小孩，但是找的都是老头，在美国待了10年，其中8年都陪老头了，不太理解。后来说第一任老头，这位女士是想通过他拿绿卡。第二任老头呢，因为租的房子嘛，老头出房租，这位女士不用负担房租，并且那个老头还懂英语啊。但是那个老头对她不好，因为这位女士在美国期间受伤了，赚不了钱了，那个老头就有点嫌弃她了嘛。哎呀，就是，人和人不一样。没办法啊，就是人的这种认知啊，让人无语啊，只能说认命吧，Turn right onto Folsom Street。只能说认命吧，他自己选择，就是这样了。速度限制25英里，市场街。速度限制25英里。现在越来越不想说话了啊！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有的时候是无效的，他有他的认知。顶多就是交流观点啊，交流观点，你觉得是正确的事呢，他认为是错误，所以呢，就不知道，旧金山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奇特，晚上、早晨啊，总是有人在忙。这个城市停的在运转啊，不停的在运转。一到凌晨的时候，有些路口的这个红灯就闪烁，让大家自由通过，自己看着办。左边，左小腹那有点胀痛的，有点。静脉曲张吗？左侧淡淡静脉曲张吗？牵扯的，牵扯痛。
平时身体照顾好吧。人呀、就跟机器是一样的，跟车是一样的，自己多加小心吧，经常上点油，充充电，去除污渍，这样。这边是到了 APEC 分会的那个区域附近了。口罩摘了，再戴什么口罩？这么好的空气，这个车怎么挡在自行车道上？之前不是给房东的哥哥转账，然后他说他一开始没收到，没收到，后来是收到了。后来就是收到了，他就撒谎了，说什么公司电话用不了，其实扯淡。我对 Zelle 转款的程序很了解啊。解决程序。前面怎么有人在那站着？哎，在抄这个车呢，抄这个表呢。查违停吧，查违章停车的，那就是。违停，查违停。